我一人分配两场，你们看一下啊。韩嫣，韩嫣跟俊俊的对话，好吧？俊俊，你告诉我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你说啊，俊俊。韩嫣，我不能说，我不能说。俊俊，你告诉我，你一定要说，我不能说，我不能说。俊俊，你不说，我就死给你看。啊，好，那我说。啊，我不要听。不要听，不要听，不要听。哇！一个要逼他说，然后他不能说，到时候说好吧，我说吧，他不，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。好分析啊！对，所以原就你们两个演一次了。啊，应该是韩嫣演俊俊吧？啊，你演俊俊，你演韩嫣。对对对。啊，准备了，准备。韩嫣，词儿就是你要逼他说，那他一直不能说，一直不能说好。你说不说我就去死，他说好，那我告诉你。那你又说啊不，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，我要说，我要说，我不听，我没有哎。预备。Action。俊俊，你快说，快到这。我不要说，我不要说，我不要说。不能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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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问我干嘛呀？预备 ，Action！ 君君，快告诉我，快告诉我！我不能说，我不能说，我不能说。为什么不能说？你快告诉我啊！你快告诉我，你说啊，你说！宪哥不让我说，不让我说，我就不能说。为什么宪哥不让你说，你就不说？你跟宪哥有什么关系？我跟宪哥。没有什么关系，没有什么关系，我就不说，我就不说。你为了宪哥不告诉我，我要去死。宪哥，你去死！去死！这个重口气谈，好，当然好，我说好我。你不说我就去死。好，你去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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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不，你要说的，你要说的。啊，好，我要说，我要说，我说给你听，我说给你听。等一下，你又要说了。我不听。